小提琴交织琴声鼓声，是让孩子们身怀绝技，齐心谱出优雅旋律。但后头看不到的是庞大的资源压力。我们有212位的孩子，有92位是住在教养院，一年的经费将近要2亿。那有将近1亿的这种经费，我们都必须要向外募款。每年的筹备基金都是无形的压力，让长期深耕台湾投入公益的企业团体决定把饭店10月份整个月的营收都要捐出来做公益，回馈在地这样子的精神，我们想要延续下去，所以我们会把10月份从今天开始到10月底，全部的收入全额捐赠给不同的公益团体，希望能够遍及台湾的每一个角落。为了偏乡孩童、年长者等生长朋友，饭店帮助11家公益团体，更邀请民众在住房用餐的同时，也能给弱势族群一份力量。三立新闻林文富、梅凯婷，新北市报道。